好，那再来，不做高广大床，不做高广大床呢？床足蛋糕1尺6寸，床足蛋糕1尺6寸。这个地方呢，红宫它后面有个周池考哦，在加贝朗后面。如果我这一份没有印，那如果大家有像比丘尼师傅有在加贝朗的，拿出来看一下，有个叫周池考，它比较细，它把每个朝代的那个度量衡都查出来哈，所以。周尺换公分呢？周尺的公分是一尺是24.6，那记一下，一尺是24.6。所以呢，1尺6寸就是39.36，39.36哦，我们算40这样子，39.36。那确实是因为这样，就刚好最近常住有在做那个木板站板，所以我们大概了解一下，就是如果。像我们那个时候，一般的椅子大概是50多、52，但是那个时候有时候比较身高比较不够高的脚就会悬空，所以呢，为什么他说脚不挂空就是这样子？床足蛋糕1尺6寸，就是最高就是39.36这样子。那欧益大师他比较没有那么的详细去考证，他就讲的比较容易，就是说坐时脚不挂空。就是我坐下来的时候呢，脚不要悬空，你要害来害去，这样坐时脚不挂空。那如果过此量者，即名为高。超过这个量，就坐的时候呢，脚是悬空，可以这样晃来晃去的，就叫做高。但可容身转侧，过此即名为广。容身转侧怎么算呢？我这样翻，翻一圈可以，再翻过去不行，懂？哦，比方说我平躺好了，我右翻没有掉下去，我左翻没有掉下去，但是我再翻一圈就要掉下去。那如果你再翻一圈还没掉下去呢，就叫做广。所以呢，既高且广，即名为大。所以高广大床是三个东西，高就是坐的时候脚悬空，那广呢就是让你能够翻好几圈，那叫做广。那呢，既高又广就叫做大。床呢，就包括坐，哈，床就包括坐，所以像我们在藏传佛教讲说，那个仁波切要坐床，那个坐床不是真的叫床上去坐，是一个高高的法座嘛，高高的法座，所以床就是坐，床就是坐，所以呢，后面讲框七彩雕刻、纱卷、帐褥等，就这一些好的、舒服的都尽量不要使用，但是呢，有几个开源呢，第一个是。欧益大师说的，这印度没有，但是我们中国有，叫"随众卧，常连床不犯"，就是我们讲的通铺，大通铺。你说大通铺很广啊，但是那大家一起睡的啊，那没关系啊。"随众卧，常连床不犯"就是讲的通铺。第二呢，说法登狮子座不犯，就是像我们出家人要说法，要坐高一点。为什么我今天坐低低的，那大家都看不到我？我不是佛，我没有比佛高。佛是坐那儿就大家都看得到他。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我没有，我必须要坐高一点，不然你们就看不到我。所以呢，说法登狮子座不犯，那个狮子就是等于我们那个动物的那个狮子，这里那个狮子是一样的。啊，白衣舍中这是各位啦，白衣舍中无杯小床坐，暂时坐卧不犯。所以有些人会说，那个我们去娑婆观斋戒呢，要不要去睡地板？你要睡地板呢，有发心也很好。但是其实，如果你家里面没有另外的床，也不用说特别去睡地板。啊，你的床如果本来就那个样子，不用特别睡地板。那如果还有一个方法是这样，就是说你拿那个大的浴巾啊，折一折啊，然后垫在你旁边。就是说我这个床本来很大，我拿那个大的浴巾折一折，然后垫在你旁边，你就只能睡这一块，就不大了嘛。这也是个方法哈，就是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哦，我要睡地板。有些人会说我要睡地板，然后晚上睡不着。当然，如果你睡不着，要念佛、念法、念僧很好。但是如果你八关斋戒想要守长一点，守7天、14天，然后天天睡不好，这不是很合理。所以，如果真的是床比较广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浴巾折一折垫旁边，这个也是可以的哈。浴巾折一折去垫旁边，这也是个方法哈。欧益大师讲的不非事实，就刚刚我们懂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把它念过去了。
从明相出，至日正午，明之为时；从日稍侧，乃至次日，明相未出，名为非时；非时而时，名为破斋。奄奄结罪，就是一口一口会结罪哦。再注意哦，奄奄结罪，非时时是一口一口结罪哦。所以，不要说我吃一口啊，就全军覆没，前功尽弃，我把它吃完不行。那若非时将，含消药、终身药，并皆无犯。这个呢，我们后面讲说俗人，你不可以说我在服山药，不可以。你不可以说我今天我下午你要喝饮料，就说我要喝饮料；我要喝绿茶，就说我要喝绿茶。你不要说我喝个非时浆，居士没有什么非时浆哦，记得哦，就居士绝对是不可以讲说自己在喝什么非时浆进行受药。但是因为呢，师父们有这个需要，所以有时候你们稍微了解一下为什么，因为我们护念师父的戒体，有时候说那个进行受药的咖啡。进行受药的茶，你至少知道师父要讲什么、所以呢，这里讲说非时浆者，果浆、蜜浆等轻无渣滓，就是说呢，像是蜜浆，就像是那个蜂蜜水，蜂蜜水是可以的，蜂蜜水是可以的，因为有些法师他判蜂蜜是不可以，但是律上没这么讲，蜂蜜是可以的，蜂蜜水是可以的。然后呢，含消药就是。他这里讲含消药，就是含的会化，就是各种糖类，所以包括什么蜜糖啊，然后糖那个十字边那个叫糖，二声糖酥油，亦无渣滓。糖就是什么呢？就是麦芽糖。古代的糖就是现在的麦芽糖，那哥那个麦芽糖，那有什么疗效呢？因为记得、佛制定的东西都是有疗效才能够。用嘛，你不能说我没事吃麦芽糖吃到饱，不是啊？麦芽糖它的润肺止咳，所以你有这个比方说你有咳疾，你喉咙痛，这个可以吃。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问题，就不能随便用。你说像之前发生过，在马来西亚，我们有个比丘师傅他持武，然后持武呢到马来西亚去呢，他就喝那个马来西亚当地的三色奶茶，喝到饱。我说不用这样。三色奶茶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是红茶，然后再来是那个黑糖的那个黑糖的浓浓的黑糖浆，然后上面是奶精这样子，然后三色这样子不可以啊！如果说我就为了喝到饱不行，或者像有个比丘师傅持武，然后去那个买那个超大杯红茶，然后糖要 double 这样，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持武随喜，但是呢，不要走法律漏洞，不要走法律漏洞。没有说不行，但是呢，没有必要做成这个样子。记得中午吃饱一点就好了，不要说我肚子饿，然后我就硬去搞这些东西。所以记得居士也是一样，尤其是居士的斋戒是自己可以选的嘛，要吃不吃可以选的，不要去钻法律漏洞。因为什么呢？我们修行啊，从开始学佛。开始就是我们要跟佛越来越像，那佛讲什么？执心是道场，我从道场来。我们就是学佛，就是佛怎么说我怎么做，佛怎么说我怎么听。而我们在那里东闪西闪，钻法律漏洞，这样子呢，我们好像看起来在学佛，其实没有，我在想办法怎么让自己过得更快乐一点，更安逸一点。然后呢，对佛的话我惭愧起来这样子，所以呢，不要这样弄。然后呢，所以说像含消药的部分，就是说你有病才吃，没病就不要吃哈。那再来补充一下，像那个什么呢，糖尿病，因为之前发生过有一件事，就是说呢有糖尿病的患者，然后呢有法师就说啊，你糖尿病你就把那个便当当做药吃，不行哦，你可以含糖果，你可以含糖果，因为糖果是含消药的范围哦，含糖果让你的血糖控制住，但是你不能说我直接吃便当。你吃便当，除非你就舍戒，舍那个不非食食这一条戒，你可以舍戒，但是你不能说我把便当当药吃，不是那个就是饭啊。所以糖尿病患者可以用糖果，但是饼干不可以。我首先带糖果、饼干，然后糖果它可以，但是饼干不可以，这个东西要注意哈。然后终身药者，姜、桂、焦、梅及一切丸药、一切汤药。一切散末，其味酸涩苦辣，不认为食者，有病因缘，尽受听服。姜啊，这是姜片，
姜片很辣，然后桂啊、桂枝这一些的，然后椒啊、胡椒啊这些，胡椒、花椒这一些，然后梅，梅的话它酸啊，酸梅酸的，所以这些东西它就是它比较它的味道比较特殊，那没有办法不堪为食，就是它也不会让你吃饱，你也不是吃这个吃到饱，就是有需要才吃，有需要才吃，所以它一定要有药，病是对药是对病的，你有这个病才吃这个药。我们不是为了吃到饱，我们这三种药都不是为了让你吃到饱的，就是说你有病，比如说你非食姜，那么可病因缘我喝非食姜，这个师父们注意一下，有病才吃这个药。所以之前发生过，有居士在问说，师父我晚上可不可以吃这个，可不可以吃这个？其实是你有病才可以吃，你没有病，你不能说 我想要吃到饱，我去吃糖果，对啊，这是不可以的哈。然后后面讲说杂譬喻经讲非食不食复有五福，有五种福报，就是如果你不非食食有五种福报，一是少病，二是身安，三是少淫，四是少睡，五者升天是宿命。为什么呢？因为你非食食的话呢，你就会囤积食物啊，囤积食物的话你就病就会比较多嘛。第二是身安，如果你非食食，你就身体重重的。那第三是少淫，我们讲说保暖的嘛，保暖思淫欲嘛，所以你不非食食，你就少淫。然后呢，不非食食，你就不会肚子都是食物，然后一睡睡到八点就少睡。第五，升天是宿命。那后面呢是在讲八戒的实现。八戒的实现呢，弘赞律师讲说啊，八戒呢受食因其一日夜不增不减。为清淡时从师受得至明清淡此斋便舍，就是呢你从今天早上受到明天早上明相出，因为之前发生过这个，其实我都经验过，因为我发现台湾的八关斋戒蛮盛行的，因为之前的我们灿云老和尚有推过八关斋戒嘛，所以台湾很多道场很多法师都要传八关斋戒，但是呢如不如法，讲的如不如法就不一定，就像有人讲说我今天早上受十点开始受，我就受到明天早上十点，这没有，你到明天早上明相一出戒体就不见了，你就算受到明天早上十点，你的戒体还是在明相出那一刻就不见了，所以就算我因为有些道场他九点才开始，十点半才正受，那十点半正受呢， 你到底一日一夜到什么时候呢，还是明天早上明相出的那一刻戒体舍掉，不会延期到十点半，没有，你不是上24小时，没有，就是从明相初开始就可以受到明天早上明相初、哦、所以记得我们就是今天早上不管你几点受，九点、十点、十点半乃至于午前都可以受，你十一点才受一样是到明天早上的明相初。那补充一下我们藏传的八关斋戒的问题，因为之前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哦、就是说藏传的八戒他是在黎明的时分就要受戒，黎明的时候就要受戒呢，那因为藏传的八关斋戒他出自不空卷所序，出自不空卷所序这个序部呢，所以呢在密圣方面他是黎明受戒，那可以，但是你不能拿来跟我们汉传来说哦，所以你们有些人说你们汉传受戒都太晚了，没有，我们汉传受戒呢照戒本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从明相初到隔天早上明相初，所以呢我们不能够说半夜在那里受戒，不可以，因为就像说那个藏传他有一些修法呢，八关斋戒或者是什么修法呢，他必须一日一夜不食，汉传没有，汉传就是过中不食而已，你不能一日一夜都不吃东西，那特殊的修法有特殊的经典依据，我们不要拿来混乱，就是说藏传他是黎明的时候开始受，那我们是明相初才可以受，那他们是可以一天一夜不吃，那我们是过中不食而已，就是我们修法要分开，跟随哪个传承你就去学哪个传承的道理，这样比较好、哦、所以这样我们有没有发现八戒很容易，因为我们前面比较难的五戒我们都疏通过了，后面这四条又比较容易，它没有什么难的，它就是一些威仪一些细节，所以呢你看八戒我们不用一堂课讲完了，但是呢八关斋戒啊，为什么我们花很多时间在讲故事呢，第一是跟大家说八关斋戒功德很大，在家人能够种下出世的解脱因、啊、这功德很大，所以呢当然我们有机会的话发心受受戒，但是记得其实现在大家比较难护持的呢就是在
在中午的这一块，就是呢要过中不食这一块，所以大家请注意，如果你受半官斋戒，你可能那个要先查好过中时间是几点，然后呢提早吃饭，提早吃饭这样子过中不食。那其他的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半官斋戒它其实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在过中不食这样子。好，那过中不食当然在也不只是说因为了要让大家晚上不吃东西而已，当然他像藕益大师他有一个非食食戒十大议论，他讲说为什么离非食食呢？为什么要离非食食？他说因为诸天啊，天人是早上吃饭，诸天早食，那佛呢午食，那呢畜生是下午的时候午后食，那鬼是夜食晚上吃饭。所以我们放蒙山都晚上在放蒙山嘛，晚上放蒙山，所以鬼夜食的话，我们不能够说去学畜生啊下午吃饭，学鬼啊晚上吃饭。所以呢，为什么要尽量午前吃呢？就是说我们要断除这一些恶鬼道跟畜生道的因啊，不要有那个习惯啊习气啊，我们不要远离那种习气啊，因为你习气重的话，你来世我们的来世怎么决定的？来世有三种情况决定的，一个是随你的习气，第二个呢是随你的业报，第三个是随你往生的那一念，随习、随业跟随念。那净土法门呢，把所有的精神都放在随念，希望我们的往生的时候能够念念都念到极乐世界去。但是呢，平常培养也很重要啊，平常我们熏修什么净业，让我们的业也能够变成是跟净土相应的。所以呢，记得嘛，我们观无量寿佛经讲说什么？净业三福，如此三世，是则过去、现在、未来诸佛净业正因。净土法门的重点不是跟你在善恶业上面打转嘛？有些人是这样子，我断恶修善，断恶业修善业。当然，我们身为一个三宝弟子，断恶修善很重要。但是，请问善业会到哪里啊？善业来生是人天福报哦。善业来世是人天福报，所以我们今天要往生极乐世界，我们要追求来生的净土，我们要修净业，净业。所以之前问过各位嘛，请问各位是好人往生还是坏人往生？我们不能说坏人啊，也不能说好人啊。如果你说坏人往生，那好人不能往生嘛？但是如果你说好人往生，那忤逆十恶的都是好人嘛？所以就讲念佛人才会往生啊。你对极乐世界没有感觉，没有信仰，我们去凭什么去往生呢？所以第一叫随念，这是净土法门的根本，随念，临终一念，平生一念。然后再来呢，随业，你平常就念念熏修净业，临命终的时候很容易到极乐世界去，培养信愿型的净业。再来呢，随习，所以呢，我们客颂本有个大回向文嘛，大回向文前面呢，弟子众等现是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轮回六道苦不可言。这个大家回去把它背起来哦。那是什么呢？那是善导大师临睡入光文。那大回向文的第一页，你等下可以请师父找给你哦。就是呢，大回向文的一开始那个敲着引磬念的那个弟子众等现是生死凡夫那个文是善导大师临睡的时候入光文，他里面讲说弟子众等，我现在是生死的凡夫啊，罪障深重，轮回六道啊，苦不可言啊。这一开始先把自己点出了生死凡夫，罪障深重，轮回六道。但是呢，哎，我今天呢不是佛身，向好光明，愿佛示现，令我得见，即见观音示至诸菩萨中。所以我们那是圣导大师在临入睡的时候念的文啊，念这个文入睡呢，如果你刚好一口气不来往生了，就觉得极乐世界嘛。所以为什么平常要培养念佛的习气，平常要培养观修极乐世界的习气？因为我们平常没有培养极乐世界，对我们是什么生境界。我们为什么说我们净土法门的重点生处转熟，熟处转生？我们对什么很熟？我们对我们的烦恼相很熟，五欲六尘很熟，甚至我们平常我们检讨检讨自己，我们对什么很熟？如果我们很喜欢看八点档的，我们对于八点档的剧情通通很熟，什么豪门争产啊，什么家庭恩怨啊，你爱我，我爱他，他不爱你啊，这一些，我们对这一些东西很熟，
或者我们年轻一点的菩萨，不看看宫斗剧啦，什么果郡王啦，对这个东西很熟。但是呢，对这个东西很熟的时候呢，我们对极乐世界就不熟。那极乐世界就是我们的生境界。那我们临命终的时候，我们要去，要让我们的心去圆到这个我们完全陌生的境界，谈何容易啊！就像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苗栗士人，如果各位是苗栗士人，我们可以很容易如数家珍。像我就对这里不熟嘛，所以我对这里没有感觉。那如果那是苗栗士人哦，这里出去哪一间面包店好吃，哪里的饭好吃，哪里的素菜好吃，我们会很熟悉，就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久了嘛。所以我们要创造一个熟境界，什么呢？极乐世界是我们的熟境界。如果我们今天对极乐世界没有那么熟悉的话，哎呦，我们就没有办法升起感觉。那我们没办法升起感觉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跟随我们的习气走。我们要如何要敌过我们无始劫来的生死业力？我们的生死业力不是今生一世，我们是生生世世的生死流转，所以我们第一要随念，第二呢随习，第三随业。这是往生的三种可能。你来世会去哪里，就看看你现在。我们要随念、随习跟随业。那什么叫随习呢？就是你平常习惯于什么。那如果我们平常习惯于要过午吃饭，对不对？过午吃饭，就啊，那我午后谁在吃啊？午后畜生道在吃啊？午后恶鬼道在吃啊？那来世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啊，就随习嘛，就跑去那个地方去嘛。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反省检讨的。所以为什么讲八关斋戒呢？后面四条是真上戒呢，就是说它让我们的内心能够离法越来越近，离修道的气氛越来越近，然后它也是让我们能够内心能够离开世俗的那种想法。所以你看世俗人晚上吃东西很正常啊，吃个宵夜更正常啊，我们世俗人不吃宵夜还很稀有啊，对不对？但是我们修行的人，我们受八关斋戒，晚上就不吃，就把这些世俗的感觉给断掉，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不一样，创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然后呢，我们就会原念到法上来。哦，为什么不吃？因为我守佛陀的戒啊，我守如来的戒，这样子。所以我们就会原念到法上来，这样子。出自这个《涅盘经》。《涅盘经》佛告大王：波罗奈国有一徒儿，名曰广额，于日日中杀无量羊，见舍利佛即受八戒，今一日一夜，以是因缘命中得为北方多闻天王作子。佛跟国王说啊，波罗奈国啊，有一个杀羊的屠夫叫广额，广额屠夫呢，他每天就杀很多羊。那理论上呢，杀羊的业报呢是就是三恶道，但是呢，他看到舍利佛就受八戒，只受一日一夜，以这个八戒因缘呢，命中得为北方多闻天王的小孩，多闻天王的儿子。那呢，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道理就跟净土法门道理很像，因为呢，一个忤逆十恶的众生，一个忤逆十恶的凡夫，他临命中的时候内心非常勇猛的缘故，念阿弥陀佛，他就可以带着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虽然下品生，但他至少往生了。同样的，虽然我平常的习惯是杀羊的，但是我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我非常至诚恳切的心，心力很猛锐的时候呢，哎，他就可以透过这个八戒的因缘呢，往生到北方多闻天王，就是四天王天，享受天福的快乐。所以呢，我们刚才说的一样，虽然说呢，随习随业，它最重要是随念，随念，念很重要。随习随业最重要，随念，随着你的念头。因为业是 定的嘛，你今天造善业、造恶业，来生受善报、受恶报。那习气也是一个长时间累积的。那我们生死习气也没有那么快断，但是记得要随着念。所以我们要念念，要念极乐世界，常常念极乐世界，常常念佛，在我们内心里面就可以对极乐世界升起一种熟境界的想望，乃至于说呢，我们往生的时候就随着这个强力的念。所以为什么要助念？助念帮助你提起那个正念，帮助你提起正念，因为你的习气已经固定了，你的业都已经固定了，最后一道防线随着你的念。所以助念就是这样，随着我们的念头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请看到第六行，这是在讲非时十戒。一，世超云智论问曰：
若法无实，云何听实实则非实实为戒？就是说呢，在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假设了一个问答，如果呢一切法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不要太执着的话，为什么呢？佛规定我们在早上明相初开始到正中可以吃饭，那呢过中之后不能吃饭，遮止非实时呢？这是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第一种呢，就是人家刚才讲的，我们是学大乘佛教的，不要太执着，对不对？既然不要太执着呢，我们就不要在那个吃饭的问题上那么下功夫。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不是活在佛陀的时代，我们活在的是末法，所以晚上吃一点没关系。所以这个时候龙树菩萨都帮我们想好了，我们末法众生会怎么闪，怎么钻漏洞，龙树菩萨都想好，他就假立一个问答。所以你说不要太执着吗？大智度论它是龙树菩萨解释般若的论点，所以呢，既然是解释般若的，最有权威的，最有资格讲不要执着的，不要在那个实时跟非实时中间在那里纠结的，只有龙树菩萨他最有资格讲。他怎么解释呢？答曰，后面的我已说世界名字法，法有非实，汝不应难，亦是毗尼中结界法，是世界中实有，为众人呵责故，意欲护佛法使久存，定佛弟子离法故，佛世尊结诸戒，不应求有何名字相应不相应等。龙树菩萨这么回答，他说呢，我已经说了，说什么呢？世界名字法有非实，居然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世界名字法。你不能反过来说，不要执着啦，所以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然后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所以善法恶法是一样的。在世间法来说，我们讲说烦恼即是菩提，所以今天我就尽量做烦恼，然后不要求菩提，因为烦恼即是菩提，这样是对的吗？这样是不对的吗？所以呢，我已说世界名字法有非实，汝不应难。它呢，在世界法来说，确确实实是实有的。所以呢，你说有没有过中时？过中会犯非时时这件事呢？有。你犯非时时有没有果报呢？有。业因果报这些东西你不应该去难问它，对不对？在我们讲说在圣义地上一法不立，但是呢在事相上面因果分明，这很重要。圣义地上地义地上一法不立，真的是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依不异，八部中道。但是呢在现象界世界名字上面因果分明，了了清楚。所以呢龙树菩萨说汝不应难，你不要难问这个东西，不要难问这个问题。后面讲亦是毗尼中结界法，是佛陀在律藏中为诸弟子结界的方法，是世界中实有，是世界中实有。所以 佛呢为弟子们定的这些戒法，犯轻犯重犯大犯小，然后呢有犯无犯，这个是实有的，在毗尼中都是实有的。你不能说今天我们不垢不净，犯即非犯，非犯即犯，不要执着，有吃就是没吃，没吃就是有吃，我们讲的好像是好像很有道理，通通似是而非。所以呢是世界中实有，在世界名字上，就是在名字相上，在世界相上，在现象界，这叫现象界，就是我现前可以了解的现象界上是实有的，为众人所呵责故。就像我们说在第一义谛上面你是男众还是女众这第一义谛上面就当然是非男非女非大非小那在世俗谛上面比丘旁边跟这个女生你怎么想呢？对不对？所以呢在圣义谛上面一法不立，在世俗地上呢就是因果分明，为众人所呵责故。后面讲意欲护佛法使久存，为什么要制定戒法，制定有非实时这件事情呢？要让佛法久存于世，要让佛法久存于世，定佛弟子的礼法故，佛弟子我们要规定下来，让佛弟子能够依法而行，让佛弟子依法而行，定佛弟子离法故。
所以后面讲佛世尊结诸界，不应求有何名字相应不相应等。佛世尊，如来世尊为我们这些弟子结界讲戒法，制定戒法呢，我们不应该说去难问佛，哎，佛啊，你不是说不垢不净吗？你不是说不生不灭吗？那既然这样子，哪有什么相应不相应等呢？哪有什么持戒犯戒呢？我们不能这样讲。在佛所制定的戒法上面，我们没有讨论空间，佛怎么说我们怎么做，没有讨论的空间，叫不应求有何名字相应不相应等。所以第二，世超续云，今有妄学大圣者，多贪着非实时，故具引戒之。所以呢，恒世超后面接着说，现在有一些呢妄学，就是什么叫妄学？自己以为自己是对的，叫妄学大圣。多贪着非实时，就是我们说的啊，没关系啦，佛陀的时代不能非实时，我们现在呢，我们人生比较劣弱，不然我们晚上吃一点好了。所以现在有没有听过外面讲药食？药食有没有听过？晚餐，我们不讲晚餐，讲药食。其实啊，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正餐也是药啊。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肠病，长时间的病，什么病？饥渴病。你两天不吃饭，你就饿得奄奄一息。所以呢，为了疗治，为了治疗我们饥渴的肠病，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掉，这个病一直跟着我们，不吃饭会饿死。这个肠病，有饥饿的病，有饥渴的病的缘故，就是呢，我们每天中午吃饭，那个，只要时间到了不吃饭，肚子饿，这叫肠病。肠。长短的长，就是恒长都有的疾病，从你出生 到死掉，这个都会跟着你的，叫长病。为了疗治我们这个长病，所以佛制了食时，告诉我们中午可以吃饭，早餐可以吃饭。所以呢，既然这样子，我们不是只有晚餐叫药食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药食不是很合法的、哦、我们晚上就不能吃，又不能吃，那如果要吃就说晚餐，没有药食，没有、哦、所以呢，后面第三支持记呢，是云解释说，以学语者持己贪嗜，让位大圣无时非时，故今还引大论以戒邪。就是说呢，支持记讲说啊，哎呦，以学语者，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学大圣的人，没有，我们只是学语而已，学大圣的语。所以很多人说啊，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很多人讲，最近发生过一件事，有人说：“哎呀，我们自心即弥陀，此方即净土，不用去极乐世界了。”然后很多人听他讲：“哦，不用去极乐世界了。”哦，自心即弥陀，此方即净土，这叫学语。什么叫学语呢？就是讲出来一口好佛法，然后真的病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来呀，此方即净土啊，汝身即弥陀啊，没有啊，我身是生死凡夫啊，这里是什么娑婆世界、啊？所以呢，以学语者持己贪嗜，让位大圣无时非时啊，不好意思讲说我自己贪心想吃晚餐，所以呢就讲说，哎呀，大圣法不要执着，大圣法没有什么时非时的，不要执着。故今还引大论，引用大智度论来告诫大家。哎，大智度论，龙树菩萨、大圣、八宗共祖，没得讨论，他是我们的前辈大菩萨，龙树菩萨引大论以戒。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讲说，讲的一口好佛法，但是龙树菩萨不是啊，他是清修实证的，证得佛陀的中观正见，龙树中观正见的。所以呢，我们透过呢龙树菩萨的大论，我们就知道说，哎，不要为自己找借口，不要为自己找借口。我们讲的是大圣，但是我们行的也要是大圣。讲出来我们是大圣，我们行出来也要是大圣。不要说我们讲出来是大圣，结果呢执大难小。哎，哦，你们是声闻人吗？不是这样子。所以后面世超云，今时不知教者多自毁伤，云此戒律所禁止是声闻之法，与我大圣气同粪土，犹如黄叶、木牛、木马狂指小儿，此戒法亦复如是，狂辱声闻子也。恒世超说啊，现在有一些人，就是现在此刻今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现在有一些人啊，多自毁伤。哎，我们是依着佛陀所制定的戒律才有七众弟子的名分啊，我们受着五戒
八戒，我们才有所谓的优婆塞、优婆夷的名分啊，乃至于我们受着相应的沙弥十戒、沙弥尼十戒，我们才能叫沙弥、沙弥尼啊。我们受比丘250条戒，比丘尼348条戒，我们才能叫比丘、比丘尼啊。那我今天我把我自己的根本哦，没关系啦，我把它毁掉了，叫多智毁伤。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根本给毁掉了哦，没关系啦，佛制这么多戒法，我们选择性的持守，选择性的持守。那就是你把自己的建立七众弟子的名分把它毁掉了嘛，所以叫多智毁伤。云此戒律所禁止是声闻之法，讲说戒法里面所禁止的是声闻法，与我大圣契同粪土。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人发生过的事情就是哦，戒法里面说这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哦，没关系，大圣一切开源，大圣一切无碍，大圣通通可以做。没有啊，佛没有这么说啊，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啊。所以呢，犹如黄叶、木牛、木马狂指小儿，就像是呢，这是出自《涅槃经》的故事啊。什么叫黄叶呢？就是呢，今天啊，那个小朋友在哭啊，你就拿那个枯掉的树叶啊，哎呀，黄金啊，黄金啊，你不要哭啊，给你黄金啊，枯黄的树叶啊，装作黄金给你啊。然后或是呢，拿那个木头科的牛啊。啊，木头科的马、啊、跟小朋友说：“来骑牛牛，来骑马马，这样子。”然后其实呢，这个是典故在讲说，大圣人就是说啊，戒法是声闻人自己喜欢持的，我们大圣不重视，像黄叶啊，当做黄金一样，是骗你的，是骗你的这样子。然后呢，狂辱声闻子也，其实没有啊，就是这个戒法呢，条条都是为了我们的解脱。来引路，条条都是为了我们的最究竟的佛果。所以呢，不是黄叶哦，戒法不是黄叶哦，戒法不是木牛木马，戒法不是，戒法每一条都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有持有解脱，没有持呢，你就说得堕落。所以第五，知持是云，初序以烂毁伤，自毁者身为佛子，反毁佛教故。又自身秉戒反悔戒律故，知持记解释说啊，一开始这个是讲说以烂，就是呢我们假烂的假冒着大圣的名，然后来做自己自毁自伤的事情。自毁什么意思呢？我是佛弟子，我是佛子，结果呢对佛所制定的戒律我们一点都不尊重，身为佛子反悔佛教。哎，这很重要哦！身为佛子，反悔佛教。现在常常发生的就是，哦，我们是佛弟子啊，戒法不重要。我们是反过来跟释迦牟尼佛抬杠说，佛陀你制定下来的，我不重要。那是2500年前你的事情，现在我不学，我们就等于是好狠狠的打释迦牟尼佛一巴掌，不是吗？还有一种呢，身为佛子，反悔佛教。哎呦，佛陀你所制定的经论，我不用学。我不要学，不是这样的，我们随分随力学，我学不了，学不到，做不到，惭愧忏悔，我们确实做不到。对，就像我们善导大师讲的，第一，深信我是什么？罪恶生死凡夫，我确实罪恶，我确实流转生死，我是凡夫，所以我学不了，但是我不能说我不要学，不是这样的，是我做不到，我学不了。所以我们日本啊，净土宗法然上人他自己读大藏经读了六遍哦，他不是不读书哦，读了六遍哦，他很清楚的知道说，哎，我在这个浩如烟海的经典中，哎，我没有办法让我的心安下来，所以我最后我追求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你不能说我不要学，我不想学，这叫做身为佛子反悔佛教。后面讲，又自身秉戒反悔戒律故，我刚才说了，明明就是。依着五戒，依着八戒，我们有优婆塞、优婆夷的名位，有名字嘛？你如果没有五戒，没有八戒，你怎么叫优婆塞、优婆夷？如何叫净住优婆塞、净住优婆夷？你不是啊，你没有这个名啊。那同样的，如果我们身上没有比丘250条戒，我就不叫比丘啊；如果我们有348条戒，我就不叫比丘尼啊。既然这样子呢，自身秉戒，我透过这个戒法才得到了这个身份，结果现在呢，我反而是回来反对戒法，回来把戒法不重要了，那我等于是把我这个身份给放弃了嘛。所以第六，
世朝序云：“元府大小二圣，礼无分隔，对机设药，除病为先。故路野初畅，本未生闻。八万诸天，遍发大道，双灵告灭，终显佛性。而有听众，果成罗汉。以此推之，误解在心，不为教旨也。”所以恒世超说，大小二圣啊，礼无分隔，大圣小圣他没有差别的。你们要说、啊、我是大圣，你们是小圣。还有那种看衣服的，哎，我穿长衫我是大圣，你们披男传袈裟穿黄黄你是小圣，然后看到穿红红的你是喇嘛，你不是大圣。我遇到过，之前发生过，因为有时候夏天很热啊，有一次我穿着一件喇嘛的披肩就走出去了，然后呢去买东西的时候，哎呦，你是西藏来喇嘛对不？我没呢，我是出家人，我哦，释迦牟尼佛的后裔，没啦，你穿这样你就是喇嘛。然后就还有一次我在国外的时候呢，穿着长衫在路上，哎呦，你是 cosplay 少林寺的吗？你是那个化妆舞会就化妆少林寺的吗？不是，我是真的出家人。所以呢，大小二圣礼无分隔，不要用什么服装、外表、传承来定你的大小圣。大小圣看什么？看你的发心。有发菩提心大圣，没有发菩提心小圣。你不能说，也不能拿自求解脱与否来定大小圣哦。难道大圣不求解脱吗？难道你大圣就不想解脱生死吗？难道大圣不出三界吗？就是有发菩提心叫大圣，没有发菩提心叫小圣。所以理无分隔，一样都是要证悟五分法身的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个没有差别的。你没有说哦，声闻才求五分法身，大圣不要，没有，都要的。所以对机设药，除病为先，这很重要。第一，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病人，对机设药，我们适合吃什么药？对机设药，我们是病人，适合吃什么药？为了消除我们意结的颠倒想，所以佛先开了第一味药，叫做戒法。然后呢，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好好持戒，所以佛开了第二味药，叫做定学。你内心不躁动，你的戒就持得好。那有戒有定就够了吗？不够，所以佛开了第三味药，叫做慧学。什么叫慧学？让我们从理上断烦恼。那也因为我们戒定慧三学的药实在是好，但是呢，我们吃了之后呢，对我们末世的凡夫不起效果，所以我们佛开了第四味药，叫净土法门。所以呢，我们不能说我们今天哦，我药通通不吃，我就跟油啊起来了，人开给你吃啊，这包吼来这两粒哦，啊吼一天叫三顿吃哦。你自己做医生，我感觉这粒吼口口不爱吃，我这粒我给切一半，啊，无我一天吃两遍就好，啊，另外再时我吃四粒，这样子我们病会好吗？不会嘛，所以对机设药，除病为先，我们不要跟佛陀讨论，对吧？对机设药，我们是对着众生的根基，佛陀对着众生的根基给我们药，我们是要除病的。那至于我们能够除病除到什么情况呢？就看我们的根气如何啊。就像说我们讲说有一种药叫普拿藤，知道吧？你今天说头痛，你也可以吃普拿藤；牙齿痛也可以吃普拿藤；肚子痛也吃普拿藤，它叫止痛药嘛。就说哎，不对啊，那个止痛药为什么今天头痛也吃，肚子痛也吃，牙齿痛也吃？哎，它的药性可以看你是头痛就给你让你的头不痛啊，药性走到牙齿，牙齿就不痛；药性走到肚子不痛啊。你不能说哎呦那个药的话我不相信这个药，不是啊。所以呢，除病为先。所以路院初畅，本未生闻，在那个路野院佛转四地法轮，本来是为了生闻人转四地法轮，我们叫藏教。但是呢，八万诸天，有八万个天人，他过去生有发菩提心的，听到四地法便发起菩提心，听到四地法就发心，双灵告灭，就是后面佛陀在路野那个在梭罗双树间要入涅盘讲大波涅盘经，讲大波涅盘经呢，它本来是开显佛性的道理，开显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的道理，福律坛长，在梭罗双树间佛陀要涅盘的时候重新再讲了一次戒法，重复戒律，然后谈常住不变的佛性的道理。结果呢，在座有听众证得阿罗汉，佛陀讲的是大圣法，
纯圆极妙的福律坛长的长、欸、真诚佛心大乘法，你听一听变成罗汉，那是怪谁？怪佛陀吗？不是啊，我们根器的问题啊。所以呢，以此推之，误解暂行不为教之也。哎，我能够领悟到什么程度，我能了解到什么程度，在我们的内心的发心，不是教法的问题啊，不是教法的问题啊。